管大胆正向性，但是付出的过程工作值得接受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非常残忍的钛合金，但是呢，在我们过程中也能看到，钛合金在整个晶体正面、背面、侧面的覆盖率非常小，只在背面覆盖了一小条、数条的这样一个位置。那这块呢，它是在背面竖向的一小条啊，这样一个竖条脉的。整个看起来呢，未来机器这应该说比发布会上面的第一张显得还要更加细致。我们来看呢，是叫一个拿数据1万元，1万元是有点小，但是就是说它是调到一个程度，先不管它的上下边框呢，可以算。你要跟那个跟华为的董事长的话，一万多的车，一万多的车，一万多的车，所以说是。